一头大大，头大大，最近啊，很多人一直在要我写那易山碑。其实我不并不喜欢易山碑，易山碑是重刻的，然后机械味比较重，人气比较低。人气不是那个支持的人多寡，而是那个人性啊。我现在怎么写字多少有点瑕疵嘛，那易山碑又没瑕疵，完美的过头。艺术啊，到最后追求的却是人味，哦，绝对不是机械味，机器的感觉。绝对，艺术如果有机器的感觉，那就完蛋了。不管什么艺术啊，脱离人，人的感觉啊，就是一个。不好的艺术，艺术是给人看的。我自己喜欢的字啊，通常都挑一些看起来有时候觉得不是那么完美，我觉得不是那么完美的哦，反而让我觉得蛮欣赏的。比较完美的，反而觉得。不是很喜欢，就是个人的那种审美观了、啊。有人就喜欢完美，比如像工笔画，工笔画我就觉得哇、哦，这好累哦，花那么久时间，那慢慢画这样是不是很累吗？可是有人乐在其中，他觉得很好，所以每个人的个性就会影响到自己的美感。那这个没有，还是没有对错啊。喜欢你就做，不喜欢就不要做。啊，也不要限制别人说啊，我不喜欢你不能做，那是别人的事。别人的事啊，可以帮，但是不要管。很多人都喜欢又帮又管的。还是让它往上。其实我这样写法是属于比较有瑕疵的写法，就它看起来不是那么的完整。但是我觉得无常数本来就是粗犷。笔画多，有时候会互相有点碰到。古代的善不好写啊，也笔画比较多啊。那这边，哎，写窄一点，不然待会你会写到挤不进去。上面是一只羊，羊说的话就是善，这古代真是，羊很大只就是美。你看，这种很简单的，就从自己的牲畜里面获得文字的灵感。
左边还是低呀、啊？右边高。大嘴巴，冲冲，左边一只，肉质部在这里面出现很多次、啊，就记得有时候有弯，有时候没弯。上面有弯，下面就不弯；上面没弯过，下面就弯。啊，所以想想说，记一个字啊，至少要记两种写法。啊，万一要用的时候，就可以灵机应变、啊。如果记一种写法，你就会书到用时方恨少。通常记两种写法以后，还可以加上粗细长短的变化，粗细变化又多两种，长短变化又多两种，那这样就四种，再加原本两种六种，所以你再记两个字，至少六种变化。长短不同，稍微一点弧度，看起来比较有造型。记这个十啊，我就刻意写稍微瘦一点。记这边十出现好多次啊，那千字文经常在同一个部首，在某一个地方出现很多次，因为相关字一直出现。这里有并不刻意写的一样大哈，那我写邓石如我就会写的一样大，写吴昌硕我就觉得哎呀不要一样大，吴昌硕总是有点大小，邓石如写的比较传统。
短的、长的，不要一样长哦。那笔画我都不想写成一样长，就一样长太无聊了。那草字啊，古篆书很难写，所以才后来才被人家减整掉。以前的篆书都要写两个，两个就很挤，你知道吗？因为它又有口啊，所以它有口啊，有笔画啊，就很多啊。两个就觉得哇，挤在一起。不过就让它碰着没有办法，让它靠近一点没有关系。你脚不让它靠着，那滋味越学越大。